我求婚的这天，女友和他的初恋举办了一场小型婚礼。他解释，他这辈子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成为我的新郎。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终于明白，这十年如一日的等待和付出，根本比不过他初恋的一滴泪。新郎为林婉白戴上婚戒的那一刻，全场掌声雷动，气氛热烈。夏文轩掀开了他的头纱。 我也终于见到了那个他曾经朝思暮想的人，身披白色婚纱的林婉白，美得惊心动魄，全场起哄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林婉白也适时的踮起脚尖，仰脸嘟唇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看到了树下的我。这是一场在医院举办的婚礼，为这个向来肃穆的地方添上了几分浪漫和温情。而这个口口声声说着。 会爱我一辈子的女人，说要给我一个完美婚礼的女友。此时牵着别人的手，许下了一辈子不离不弃的诺言。而我，只是正正站在原地，手脚冰冷，有风吹过，脸上一阵凉意。这场婚礼因为我的存在被迫暂停。那是谁呀？来干什么的？总不会是什么抢亲的吧？他和新郎比起来，差太多了。 所有宾客的日光都定在我身上，他们皱着眉，满脸不赞同，好像我才是一个恶人，是我阻止了这段完美的爱情。林晚白也看到了我，他微微胜眉，美得像一尊精妙绝伦的雕塑。他神情慌乱，松开夏文轩的手，作势要来追我，夏文轩却拉住他的手臂，眼中含泪。晚白，这场婚礼。 不能没有新娘。这个一向坚定冷静的女人竟然犹豫了。她看着我，身体却偏向夏文轩。我还在期待什么呢？再等下去，不过是自取其辱。她不会选我。我转身离开。阿池，林晚白朝我走了几步，有人声嘶力竭的在他身后喊：“晚白！”一阵兵荒马乱，他到底还是没追上来。这一整夜。 我都没有睡了，林晚白也没有回来，我们的聊天界面还停在那句一“一晚白等你回来，给你一个惊喜”，却没想到是他先给我了一个巨大的惊喜。在我准备求婚的这天，我的爱人牵起他人的手步入婚姻殿堂，我真以为他在出差，真以为他忙到连消息都回不过来，原来他是忙着结婚啊！他让我的等待和惊喜。 他让我做的这一切都成了笑话。那张求婚告白词被我操得发皱，没有必要了。我遇到林晚白时，他和夏文轩刚分手，事业和爱情遭遇到双重打击。而我的出现就是那样的遗巧给，给了他慰藉，给了他鼓励。我陪他从低谷到高峰，整整用了七年。七年。后来他说让我娶她。 我以为他对我是感激，是愧疚。可他说：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目光就落在了你身上。自那以后，再也挪不开了。”那一刻，我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。他其实不知道，在很久之前，他就在我心间落下了痕迹。是我一直在追随他的背影，而在这一天，我的暗恋终于开了花，结了果。 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我曾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。可夏文轩的出现打破了我的所有幻想，不过是自欺欺人。他从没忘记他。等到天边最后一缕霞光消散，我终于决定离开。刚收拾好行李箱，门外就有了动静。林晚白开门进来，一脸倦意。阿池，那场婚礼做不得数的。我静静的看着他。 不至一词。夏文轩得了渐冻症，他想当一次新郎。这一瞬间，他的痛苦是因为我的不理解，还是因为夏文轩的即将凋零？我分不清，大概是后者吧。他很少会因为我而难过。今天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穿着西服，要我陪他走完接下来的流程。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萦绕在他眉间。阿池，我没法拒绝。 他快死了，拒绝。他真想过拒绝吗？婚礼上，他脸上的笑容做不了嫁。她嫁给了年少时朝思暮想的人，她曾经做梦都想嫁给他。我问，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们去挑戒指那天吗？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。那天他接了个电话，他向来冷静自持，更何况。 这些年，他的事业如日中天，其实已经很少会喜怒形于色了。可是那天，他突然心不在焉，眉眼间有种我看不透的哀愁和焦急。他说是业务出了点问题，得赶紧去处理。我信了。后来他出了几天差，回来以后就时常发呆。那段时间，我总是竭力逗他开心。我真以为他遇到了棘手的问题。 我希望自己能为他分忧。原来啊，他在为另外一个男人担忧。我问他，那几天出差也是在陪他吗？林晚白默然不语。他向来不屑对我撒谎，可到底还是为夏文轩破了例。我突然发现自己似乎不认得他的了。可这张脸，沉静的眉眼，薄情的双唇，分明都是他的。我自嘲的笑了一声。林晚白。 算了吧，他没有应声，站在我面前巍然不动，嘴唇抿得很紧。他动了动唇，似乎有话要说，却什么都没说。我推着行李箱，准备绕过他离开，他却拉住我的手腕，眉毛紧拧，声音哑然：“阿、啊、池。不要走。”我甩开了他的手。我去了趟医院做检查，刚到楼下就撞见了夏文轩。他笑着看向我。 大大方方介绍自己，你好，我是夏文轩。他是学跳舞的，体态也好，样貌也好。我和他站在一起，高下立见。当年林婉白事业失败，他却离开他，毅然决然出国进修。或许人总是犯贱的，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，所以林婉白才对他心心念念这么多年。 而我这种赶着上前的，自然得不到他的珍惜。我听婉白说了，你是他的未婚夫。他说这话时，扬着下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满是得意。他在向我炫耀未婚夫又怎么样？他还不是陪他走完一场婚礼？他还不是和他念完一生一世的誓词？在他看来，我就是个笑话。那场婚礼。 晚白应该已经和你解释过了，我不想和他多言。嘴里又酸又苦，林晚白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和一个将死之人争，我没有那么不自量力，也没有那么卑鄙小人。夏文轩想要的，给他就是。我快步离开。夏文轩似乎还有话要说，追赶我时却摔倒在地。林晚白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。这样的状况。 让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他连忙上前扶起夏文轩，动作轻柔，好像怕稍微重一些就会把他弄碎了。他的目光对上我时，却多了几分凌厉和责怪。阿迟，文轩是个病人，是啊，他是个病人，所以他就可以不解释一句，陪他一整晚，留我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，直到第二天才无关痛痒地说上几句。 求我别走！我从来没被他放在第一位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是你的老公平地摔。我咬中“老公”两个字，语气嘲弄。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大概是因为我的态度。对他，我向来体贴入微，这些年，我几乎从未在他面前显露锋芒，真是卑微的可以。夏文轩面带歉意，眼里的笑意却更深了。是我自己摔的。 和张弛没有关系，晚白，你知道的。有时候我没法控制自己的动作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夏文轩生性骄傲，不屑于使用任何小手段。他真的只是勾一勾手指，展露一下伤处，林晚白就眼巴巴的凑上去了。他对他余情未了，也不忍责怪他曾抛弃他。 在生死面前，从前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？听见他的话，林婉白一愣，对上我的双眼时，欲言又止。夏文轩拿过他手里的橙子，语气轻松：“好了，你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，我先回病房，你们慢慢聊。”我这才注意到那个被林婉白包得干干净净的橙子。来说个好笑的事情，我很爱吃橙子，但林婉白不喜欢。 刚在一起那会儿，他带我和朋友聚餐，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，这样的举动让我安全感十足。那时我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喜恶。为了拉近和他的距离，我往他嘴边送了一块橙子蛋糕，他一愣，紧闭双唇，气氛有一瞬间的静默。他的朋友们都看向我，手心有汗意出来，我下意识的想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 是不是我惹得他不开心了？有人打圆场。晚白姐最不喜欢橙子味的东西了。阿池，你这都不清楚，自罚一杯啊！气氛很快又热烈起来。可到底，我还是觉得失落。之后有一次醉酒，林晚白才终于告诉我原因。其实小时候，他并不抗拒干桶类的水果。他的妈妈身体不好，胃口向来不佳。 但他格外喜欢筒子，家里也总是备着。那是个寒冷的冬天，妈妈最后给他包了一次筒子，亲了亲他的脸蛋，说：“在家里等妈妈，等你把这盘橘子吃完，妈妈就回来。”那天，林晚白等到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消散，等到雪越下越大，越过他的脚踝，最后他只等到一句：“林晚白，你妈跳河了。” 他的妈妈死在那个冬天。等他再长大了些，他才知道妈妈并没有多喜欢桶子，只是妈妈生病了，而桶子便宜，颜色鲜活。妈妈的桶子，只是在生活和疾病的双重压迫下，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。他话语哽咽。后来，我再也不吃桶子和橙子了。那一夜，他的眼泪滚烫。 滚过我的肌肤，让我也流下泪来。我知道橙子会让他想起妈妈，会让他想起悲惨无助的童年，所以后来我基本也不吃了，就连干筒条的香水都被我藏在柜子最深处，再也没拿出来过。直到这一刻，看到他手里的这个橙子，我才终于明白，一其实林婉白已经强大到不需要避讳这些了。 只是我做不了他的例外，只是他从不在意我的付出，只是他并不清楚我到底喜欢什么，但他知道夏文轩喜欢橙子，什么悲伤的记忆，什么难堪的过往，都可以为他的喜欢让道。林婉白看向夏文轩，面露担忧，需不需要叫护士？他对他的关心向来明目张胆。 夏文轩耸耸肩，笑容轻松。晚白，我自己可以走回去的，你们聊吧。林晚白这才看向我：“阿池，你搬到哪里去了？”你巨大的响声传来，夏文轩刚走出不远，又再次摔倒。林晚白话音未落，就转身奔向他。我站在原地，看他满脸焦急，看他因为他手臂上的擦伤而直皱眉头。他说。 让你别自己来，疼了吧？语气不重，像嗔怪，像调情。他问：“还走得了吗？”夏文轩摇摇头，他就扶着他起来。他们朝着反方向离开。夏文轩搂着他的脖梗，扭头看向我，笑容灿烂，得意的神情说明了三个字：一我赢了。他故技重施，很餐，却实在好用，胃里一阵翻涌。 我转身跑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，吐得昏天黑地。过了很久，林婉白才发来一条消息：“阿池，你来医院干什么？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这句话是不是来的太晚了点？他昨天也忘了问为什么我会出现在他的婚礼现场。我摇摇头，自嘲的笑了笑，然后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 林晚白还是知道了我生病的消息。李超一脸歉意：“阿池，实在对不起，回去我一定好好说说张曼。”张曼在电话那端却说：“阿池，你俩也有这么久的感情了，给晚白一个机会吧。”李超骂骂咧,咧咧，从我手里抢过手机，对着张曼破口大骂：“林晚白干的就不是人事，也就阿池脾气好，要是我，非得拧断他的胳膊。” 让他和夏文轩双宿双飞，做两个甜蜜的残疾。说来有趣，李超是我的兄弟，张曼是林婉子的闺蜜，他们的姻缘还是我们撮合的，只用了两年就修成正果。他们前几天领了证，还缺一个婚礼。而我和林婉白撮磨七年，最后却落得这种结果。林婉白还是来了，跑来的，满头大汗。 一脸焦急，看到我还在手术室外，他的眉头骤然一松，他一把将我抱在怀里，抱得很紧，像是怕一松手我就不见了。阿池，我错了，你别冲动，我们好好聊一聊，行吗？他身上有隐隐约约的烟味。林婉白他爸是得肺癌走的，所以他很少抽烟，只有实在烦闷的时候才会来上一支。这些天。 他四处奔波，为夏文轩寻医问药，都有人问到我头上了。他们旁敲侧击的问我身体还好不好。这些人还真以为我能让林婉白急成这个样子，真是可笑。比烟味更浓的是薄荷的香味。前几天在医院，我在夏文轩身上闻到了这股熟悉的味道。我突然想起来，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年。 也是我们认识的第五个年头，林晚白的爸爸去世，紧接着公司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。那段时间，林晚白整夜整夜睡不着，我担心他的身体，让医生开了些中药熬汤，让他安安神。之后，我特意请了半天假为他煎药。那天，我守着那锅汤，等到很晚，却只等到一句“阿迟”。 我想一个人静静，出去散散心，不用担心我。过了几天，他才回来，身上就带着这股薄荷香味。原来那时候他是去找了夏文轩，去找他唯一的精神支柱。更可笑的是，当我问他身上怎么会有这股味道时，他递给我一瓶香水，给你带的礼物。导购给我试了一下，我想你应该会喜欢。他出去散心，还记得给我带礼物。 我以为他一定很爱我，之前的不快一扫而空。后来的那段时间，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，他总爱粘着我，埋在我的颈窝里。可惜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他的用意。他并不是有多喜欢我，只是喜欢我身上的薄荷香。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他当成了夏文轩的替身，一个拙劣的替身，除了那股香味。 我们毫无相似之处。我推开他的怀抱，冷声道：“别碰我！”林婉白怔怔的站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李超看着我：“阿尺你怎么？”我捂着嘴跑到卫生间，我吐的厉害，像是要把心肝肺全都呕出来。李超递给我一瓶水，不停的拍我的背，帮我顺气。怎么吐成这样？真是遭大罪！ 林婉白就站在门口，脸上流露出几分心疼，在他白皙的脸颊上格外显眼。我恨恨的盯着他，你知道你多让我恶心吗？那瓶香水是你特意调的，对吧？和夏文轩身上一样的味道。林婉白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刹那间脸色惨白。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到底在想什么？难道他自己不觉得恶心吗？ 阿池，你听我解释，那时候是我不懂，我以为是那股味道让我安心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让我安心的是你。阿池，我是真的想和你结婚的。我冷笑：“好啊，二选一，要么让夏文轩滚出我们的生活，要么我们划清界限，从此以后你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。”林婉白神情一致，大概是真的在思考。张曼嚷嚷。 你还犹豫什么？当然选阿池啊！你们认识七年，在一起四年，这些你都忘了。但林婉白不这么想，他话语喃喃。可是他要死了，阿池他要死了。他是个舞者，却得了渐冻症。你知道那种绝望吗？他这句话好像在嘲讽我，嘲讽我。夏文轩只是失去了一条命，但我失去的可是爱情啊！ 多么可笑，林婉白！但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你可怜她，可怜到嫁给他吗？可怜到不顾我的感受，一次又一次的丢下我，奔向他。你到底是可怜他，还是对他余情未了？你自己分不清吗？林婉白无数次以绝症为借口来掩饰他的余情未了，真是嘴硬。林婉白没有再开口了。 他只是攥紧拳头，攥到指节泛白，却还没说出一个答案。这时候，一道电话铃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。林晚白掏出手机，电话那端闹哄哄的，有人大喊：“你快过来！”夏文轩在闹自杀，他不想活了。他顿时慌了。而这时候，护士叫我进手术室。其实他已经做出了选择。我笑着说：“你去吧。” 别真的死了，到时候你得恨我一辈子。被这种人恨着也挺损功德的。林婉白看着我，目露哀求：“阿池答应我，等我回来再做决定，好吗？我们一起商量。”我扯了扯唇角，指甲狠狠扎进手心。这七年就当是喂了狗。又是一个电话，那端催得急。李超恶狠狠的说：“林婉白，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？” 可林婉白的神情，肉眼可见的焦急。他大概是真的很怕，怕夏文轩就这么没了。张曼恨铁不成钢，夏文轩就是个骗子，他玩的这种把戏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林婉白又不，他只是在纵容，他只是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，夏文轩会从高楼跳下去。阿、啊、迟，等我回来，等我回来再说。 我没说话，他又转看向张曼。张曼，我求你，帮我看着他，别让他走。张曼大骂：“你自己看，你还是不是个人？我让他等一等。”然后拧开瓶盖，将漱口剩下的半瓶水全都淋到了他头上。林婉白，我们完了，别来找我了。水珠沿着他的脸向下蜿蜒，啪嗒啪嗒滴落在地。 看着挺蠢的，水珠溅到眼里，刺得他的双眼发红。他怔怔地看着我，哑着声说了一句“对不起”。望着他飞奔离开的背影，我觉得自己真是失败。张曼气得跺脚，这个狗女人！骂完，她问我：“阿迟，你还好吧？挺好的。我压根就没觉得她会选择我，就算她选了我。” 就算夏文轩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也回不到曾经。破镜不可能重圆。进手术室前，我给他发了几条消息。人生最大的遗憾，莫过于放弃了不该放弃的，固执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。林晚白，你好自为之。发完拉黑。手术很快就做完了。醒来的时候，李超也在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李超。 我包里有两枚戒指，你帮我还给林婉白吧。反正这结婚戒指也是随便挑的。林婉白当时想着夏文轩，根本没用心。这东西我也不稀罕。李超点点头，走了。张曼坐在我身旁。阿池，林婉白不值得。我知道，我生病的消息是他故意透露给林婉白的。那七年，要放下。 谈何容易？他以为仅仅是因为夏文轩的存在，我和林婉白就有了误会。可他不知道，他们举办了一次婚礼。他也不知道，因为夏文轩，林婉白一次又一次的抛下我。但现在他完全清楚了。李超给他发了个视频来，张曼没有避开我，直接点开视频里，林婉白将夏文轩抱在怀里。 二人相拥而泣。他说：“我不想待在医院了，这里好闷，我不喜欢这里。”林晚白说：“好，都依他。”他说：“我想去看看世界，我想再跳跳舞。”我想他泣不成声。林晚白连说：“好。”他闭上眼，有泪从脸颊上滑落，瞧，多深情！命运对他们这俩苦命鸳鸯可真是太残忍了，看得我直犯恶心。 张曼给我看这个视频，意在逼我狠下心来。他这人一向清醒。留院观察结束，李超和张曼一起送我回家。刚坐上车，林晚白就出现了。他手里拿着我还的戒指盒，目光有些呆滞。阿池，你真的把我们七年的感情放下了？张曼眉头直皱，别一副受害人的样子，这还不是你一手促成的。 我轻声问：“夏文轩呢？睡着了吗？要不然他怎么会来？”林婉白没回答，算是默认了。我笑：“如果你真那么深情，就和他一起死吧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”因为这句话，林婉白呆滞的神情有了一道裂缝，痛苦、悲伤、愧疚都从这道裂缝里泄露出来，他的双眼猩红。 我没有再说话了，下腹疼的厉害，就连呼吸都得小心。心意，张曼气不打一处来，破口大骂，把心腾空。后来住进去的人才会舒服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为什么不明白？林晚白，阿迟守了你七年呐、啊，那个夏文轩呢？人家抛弃过你，你还巴巴的凑上去，你是不是犯贱？真心喂了狗，晦气。 林晚白没有反驳一句，张曼要关车门，他却伸手扒住车门。阿尺，他会离开我们的生活。张曼翻了个白眼，冷笑：“刚刚不是还说要陪人家环游世界吗？得，这是骗完第一个，再骗第二个啊！”林晚白，两个都想要，你挺贪心啊！我要关门了哈，手夹断了，可不好照顾你的老相好了林晚白巍然不动。 任凭张万怎么骂，他也不肯松手。李超从驾驶位下来，好言相劝：“你赶紧走吧，你这事做的太缺德了，别逼我给你一拳。”林婉白只是直直的盯着我。阿池，刚刚那些话只是为了安抚他，我会跟他说清楚的。他打开戒指盒，将其中一枚男戒递到我面前：“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样子，我们结婚。” 我们会有好多孩子。李超连连摇头，然后一根接着一根掰开了他的手指。林婉白抖着唇看我，喉结微微滚动，却没发出任何声响。他眼里的哀求都快溢出来了。汽车启动，我看了眼后视镜，林婉白站在原地，长长久久的望着我离去的方向。他决定抛下我的时候，就知道后果。 只不过做出一副哀哀的模样来彰显自己的深情。张曼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吐槽：“装尼玛的大情种。”后来的日子，我都在出租屋养身体。李超经常来看我，他说：“林婉白天天缠着张曼，问你的地址，烦死。”我笑了笑，继续吃手里的橙子布丁。后来有一天，我接到了夏文轩的电话，他约我出去聊一聊。 我欣然赴约，到咖啡厅时，他已经坐在位置上了。撇开我们的恩怨不谈，夏文轩是那种会让人眼前一亮的男生，他真的很帅。他说：“这些年，晚白承蒙你的照顾了。”我整理了一下袖子，笑道：“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像一个洋洋得意的小偷，明明知道是窃取了他人的果实，不以为耻，反倒还沾沾自喜。” 挺不要脸的，有些话还真是不吐不快。夏文轩搅拌着咖啡，脸上没有一点恼意。感情的事情和种菜可不一样，我要死了，所以我丢弃的一切都要找回来。要怪只能怪我给了你七年时间，你却还没抓住他的心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扬着下巴，笑容得意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看来他真以为。 他的死会令林婉白的爱永久封存，他会成为他胸口上的那颗朱砂痣，无人替代。我笑他天真，你都要死了，你还能抓得住什么呢？如果你真有本事，就应该让林婉白非你不嫁，跟你跟到地府去。夏文轩，我知道活人争不过死人，可等你死后，你能保证他遇不到像你一样的月光吗？ 林婉白的条件有多好，夏文轩比我更清楚。他相貌绝佳，资产丰厚，很容易招来源源不断的蜂蝶。夏文轩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我继续煽风点火，来猜一猜，你死以后，他会不会求着我回头？夏文轩约我出来，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，他在害怕这段时间，林婉白四处打听我的消息。 还换了很多号码给我打电话，这些他一定都知道。他找我聊一聊，是来试探我的态度，是来恶心我，让我彻底死心。可惜我早就没惦记那一坨东西了。我勾了勾唇，说：“如果我不回头，你猜他是更念着一个死了好几年的人，还是更喜欢时时在他眼前晃悠却得不到的我？” 我抿了一口咖啡，挺苦的。夏文轩，你比我更清楚林婉白有多犯贱。他对你到底是爱而不得，还是情根深种？夏文轩抿了抿唇，不置一词。看来他自己也摸不准吧。帅气的死在他怀里吧，没准他能多记得你几年。留下这句忠告后，我起身离开。他如同一朵日益凋零的花。 在将死的时候，疯狂汲取他人身上的爱意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，来彰显自己的意义，挺悲哀的。他们继续谱写他们跨越生死、感天动地的爱情，和我再没有关系。休养一阵后，我接受猎头的邀请，又换了新的公司。这个城市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但足够让说了再见的人难以再见。说来挺傻的。 和林婉白刚在一起那会儿，为了帮他，我向公司请辞，等他的事业稳定，我才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。虽然撇开感情不谈，那是一段很宝贵的工作经历，但的确打乱了我的职业规划。现在想来，还真是一片真心喂了狗。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了几个月，某天，李超上门送请帖，因为种种原因。 他们的婚礼一推再推，终于在这个冬天有了着落。李超问我：“林婉白也会来，你介意吗？”“介意的话，我让张曼把他赶一边去。”张曼和林婉白认识很久了，他们早就约定好要当彼此的伴娘，当然不能因为我而影响到这场婚礼。我摇头：“不用管我，你们俩的婚礼当然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。” 很快就到了婚礼那天，林婉白作为伴娘跟在张曼身后。她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裙，很像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她大概不记得了，可我还记得。那是一个秋天，我保研失败，紧接着秋招也没了希望。我坐在学校后山的凉亭里，突然很想妈妈。如果她在，一定会给我做顿红烧肉。等我吃饱了，再让我继续努力。 可是他不在了。我站在山顶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很想不顾一切的跳下去。在这时候，我看到了林晚白。那时候他刚创业成功，意气风发。他站在我身旁，似是无意的说：“这是学校视野最好的地方，能看得到彩虹。”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真的看到了一道彩虹，美得令人心醉。我突然就感觉松了一口气。 那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好像也没那么重了，那可能真的只是一句无意的话，但我记了很多年，直到三年后我才再次遇到他，紧接着纠缠七年。与那一年不同的是，现在的他疲态尽显，他也看到了我。现场的气氛热烈，可他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望着我，眸光复杂。我侧过身去。 整理东西，借此避开他的目光。李超抱着张曼下楼。张曼家是个老小区，没有电梯，只能走楼梯。人很多，一个孩子无意间推了我一把，我顿时就有些站不稳，眼看着就要跌倒。林婉白扶住了我，和他肢体接触的瞬间，我闻到了那股烟味和薄荷香，一种熟悉的呕吐感涌了上来。 站稳后，我推开了他，别碰我！林晚白后退几步，背靠扶手，才堪堪稳住身形。他垂着眼，一阵哑然，神情很是受伤。被他碰过的地方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阿池小心脚下，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。这种语气，好像我们还有什么关系似的。我没有理会他，转身下楼。抵达酒店后。 我才发现夏文轩也来了，他坐在轮椅上，唇色有些泛白，还是那副可怜的模样。他轻声唤：“婉白。”林婉白不着痕迹的皱了一下眉头，却还是奔向他。张曼看向身旁的李超，李超连忙撇清关系：“我没邀他过来。”他看了眼我，没准是怕林婉白被勾走，毕竟小偷嘛，最怕遇到同行。 我挑了挑眉，我可不是同行。李超耸肩，心里脏的人把谁都想的脏呗。张曼冷笑：“好，既然他不要脸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”很快，及时到了。Love Story 的背景音乐响起，身穿白色婚纱的张曼缓缓走向李超。我站在台下，不禁有些热泪盈眶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林婉白走到了我身旁。 他递来一张纸巾，我没接。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无名指上的那枚结婚戒指，挺装的。挑的时候没用心，分开以后却不肯摘，假惺惺装深情。夏文轩推着轮椅过来，晚白，我们那天都没交换戒指。林晚白没有应声，扭头看向我，似乎是要从我脸上看到那么一点难过和不甘，但他注定要失望了。 我盯着台上相拥的新人，满面笑容，起哄让他们亲一个。林婉白垂着眼，在台上的人本应该也有我们，不是吗？他的声音很轻，只一瞬就淹没在人海里，但我听到了，夏文轩也听到了。他全身抖得厉害，他自然清楚林婉白口中的“我们”指的是我和他。以前张曼提议过。 说要四个人一起举办婚礼，当时大家感情都好，这样的提议自然是全票通过。我没想到林婉白竟然还记得这种事情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真让人恶心。我往旁边退了几步，这时一束捧花精准无误的砸到了夏文轩头上。张曼拿过司仪手上的话筒：“哎呀，怎么砸到你头上了？” 我记得你结过婚了吧？说是得了绝症，这辈子就想结那么一次婚，所以抢了人家的未婚妻，证都没拿，就穿着西服逼他跟你举办婚礼呢。高，实在是高，人都是喜欢吃瓜的。听见这话，本来还在埋头苦吃的宾客们全都抬起头，找寻话题的主角。我又往旁边挪了挪，夏文轩捧着花。 面色惨白，窃窃私语声从四面八方响起，更有甚者还拿起手机录视频。哎呀，这人长这么帅，怎么是个男小三嘞？我看啊，就是个不要脸的东西。绝症也不是抢别人未婚安的理由啊！人家小伙子多可怜，都快结婚了，他来这么一出，真恶心。那女的也不是个好东西撒。 跟那不要脸的绝配，李超假意咳嗽几声，张曼朝我眨眨眼，把话筒还给司仪。他是在帮我出恶气。在夏文轩举办婚礼时，我也曾被他的亲友恶意揣测过。夏文轩有些不知所措，他下意识的抬头看林婉白，想寻求帮助，可林婉白只是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夏文轩喊晚白，他没应。 夏文轩很快红了眼，人言可畏。他慌忙低下头，启动自动轮椅离开。出乎意料的，林晚白没有去追他。阿池，我没有和他领证，我真的后悔了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更何况那是一个抛弃过他的男人。曾经的那点不甘和爱而不得，大概早就被磨干净了。他的这抹白月光啊，或许很快。 就会变成剩在碗底的白米饭。张曼笑嘻嘻的说：“还不去追呀、啊？待会又闹自杀呢，真死了可咋办？我不想背杀人犯的罪名哈、啊。”林婉白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走了。张曼啐了一口：“这个夏文轩没点眼力见，看到他我就觉得晦气。”李超搂着他，轻轻抚摸他的小腹：“老婆，消消气，别惊着孩子了。” 张曼冷哼一声：“你以后也少和林婉白那种拎不清的人来往。”李超哄：“是是是，都听你的。”后来我听说夏文轩失踪了。张曼吃着李超洗好的樱桃，满脸不屑：“还做呢？他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了？他越做，林婉白只会更烦。”我笑：“他不是做，也是怕。”我听说。 到了渐冻症中期，生活就基本无法自理了。他怕怕林晚白看到他最丑陋的那一面，他想帅帅气气的死在林晚白回忆里。比起互相折磨，他更想要林晚白的愧疚，这样他会记得他更久。看来那天我在咖啡厅里说的话，他都听进去了。后来啊，张曼又告诉我，林晚白找到夏文轩了。 因为心情郁结，消极治疗，他的病发展的很快。林婉白愧疚的要命，竟然真的要陪他环游世界，但他的公司不能停摆。没过多久，公司的总经理就换了人。冬去春来，春去秋来，夏文轩死在这年冬天。张曼叹了口气，其实夏文轩也挺惨的，天妒蓝颜呐、啊。如果他没有那些骚操作，我会可怜他的。 我想了想，我也是说这话，并非圣母心，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。之后没多久，因为决策错误，林晚白的公司遭到了重创。他这会儿正焦头烂额。李超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笑嘻嘻的。那破公司早就该歇菜了，没有阿池，怎么可能蒸蒸日上？我对于电脑审阅项目方案。 连连点头，还好跑得早。后来林晚白还是找了上来。其实他早就打听到我的住址了。前段时间有天半夜醒来，我摸黑去洗手间，不知道怎么的就往楼下看了一眼，正巧就看到他站在我家楼下，昏黄的灯光落在他身上，身影寂寥。他不知道站了多久，脚下围了一圆烟头。我立刻拉上窗帘。 没有再看了。这一次，他瘦了很多，看着精心打扮过，但仍有掩不住的疲态。他的无名指上依旧戴着那枚结婚戒指。阿池，我能进去坐坐吗？我双手环胸，挡在门口，有事就在这说吧。见我态度坚决，他也没有强求。阿池，我很想你。他叹了口气，语气颇有些沧桑。夏文轩去世那天。 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，但没有你的每一天，我都觉得无比糟糕。看那夏文轩，现在你还觉得你赢了吗？林晚白又摸出那枚男戒，阿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你，我该怎么继续撑下去啊？他真是天真。当年在医院，我没接受这枚戒指，现在更加不可能接受了。我话里带刺，怎么？ 死了一个白月光，终于想起我这里白米饭了。他来求我，或许有几分真心，但更多的恐怕是看到了我身上的价值，想让我陪他东山再起。他沦落成这样，都是自己做的，怨不了任何人。林晚白皱眉：“阿尺别这样，这不像你。”我耸耸肩：“见人说人话，见狗说狗话，我向来就是个锋芒毕露的人。” 不过，因为爱他，所以收起爪牙。可是他不珍惜。林婉白语气笃定：“我们那七年，你不可能这么快就放下。”我笑着摇摇头：“我向来拿得起，放得下。”他却还在自欺欺人。林婉白，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滥情吗？他抿了抿唇，说：“我和夏文轩没领证。”我阴阳怪气：“你和我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想要我夸你一句？” 你守住阵地了，真棒嘛！你通过贬低对他的爱，以此夸大对我的情根深种。林晚白，这让我觉得挺恶心的。什么不能没有你这种话，他对夏文轩也说过吧？恐怕我答应了他，下次他就会对另一个男人说同样的话。只恨呐，我们纠缠了太多年，直到夏文轩回国，我才看清他的嘴脸。我做事要关门。 不好意思，我得化妆去了，我女朋友还在等我。林婉白一愣，我不信，不信。我挑眉，觉得她真是可笑。你往楼下看看，那个开兰博基尼的，就是我女朋友，比你高，比你美，比你年轻。她还真走到走廊尽头，往窗外看了一眼，然后面如死灰。砰的一声，我关上了门。电话里。 新来的实习生声线明媚，哥哥，我到底什么时候转正啊？我求婚的这天，女友和他的初恋举办了一场小型婚礼。他解释，他这辈子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成为我的新郎。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终于明白，这十年如一日的等待和付出，根本比不过他初恋的一滴泪。 新郎为林婉白戴上婚戒的那一刻，全场掌声雷动，气氛热烈。夏文轩掀开了他的头纱，我也终于见到了那个他曾经朝思暮想的人——身披白色婚纱的林婉白，美得惊心动魄。全场起哄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林婉白也适时的踮起脚尖，仰脸嘟唇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看到了树下的我。 这是一场在医院举办的婚礼，为这个向来肃穆的地方添上了几分浪漫和温情。而这个口口声声说着会爱我一辈子的女人，说要给我一个完美婚礼的女友，此时牵着别人的手，许下了一辈子不离不弃的诺言。而我，只是正正站在原地，手脚冰冷，有风吹过，脸上一阵凉意。这场婚礼，因为我的存在。 被迫暂停，那是谁呀、啊？来干什么的？总不会是什么抢亲的吧？他和新郎比起来差太多了。所有宾客的日光都定在我身上，他们皱着眉，满脸不赞同，好像我才是一个恶人，是我阻止了这段完美的爱情。林晚白也看到了我，他微微圣眉，美得像一尊精妙绝伦的雕塑。 他神情慌乱，松开夏文轩的手，作势要来追我。夏文轩却拉住他的手臂，眼中含泪。晚白，这场婚礼不能没有新娘。这个一向坚定冷静的女人，竟然犹豫了。她看着我，身体却偏向夏文轩。我还在期待什么呢？再等下去，不过是自取其辱。他不会选我。我转身离开。 阿池，林晚白朝我走了几步，有人声嘶力竭的在他身后喊：“晚白！”一阵兵荒马乱，他到底还是没追上来。这一整夜，我都没有睡了，林晚白也没有回来。我们的聊天界面还停在那句一：“一晚白，等你回来，给你一个惊喜。”却没想到，是他先给我了一个巨大的惊喜。在我准备求婚的这天，我的爱人牵起他人的手。 步入婚姻殿堂，我真以为他在出差，真以为他忙到连消息都回不过来。原来他是忙着结婚啊！他让我的等待和惊喜，他让我做的这一切都成了笑话。那张求婚告白词被我操的发皱，没有必要了。我遇到林婉白时，他和夏文轩刚分手，事业和爱情遭遇到双重打击，而我的出现就是那样的遗巧。 给了他慰藉，给了他鼓励，我陪他从低谷到高峰，整整用了七年，七年。后来他说让我娶她，我以为他对我是感激，是愧疚。可他说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目光就落在了你身上，自那以后，再也挪不开了。那一刻，我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。他其实不知道，在很久之前。 他就在我心间落下了痕迹，是我一直在追随他的背影，而在这一天，我的暗恋终于开了花，结了果，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我曾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，可夏文轩的出现打破了我的所有幻想，不过是自欺欺人。他从没忘记他。等到天边最后一缕霞光消散，我终于决定离开。刚收拾好行李箱。 门外就有了动静，林婉白开门进来，一脸倦意。阿池，那场婚礼做不得数的。我静静的看着他，不置一词。夏文轩得了渐冻症，他想当一次新郎。这一瞬间，他的痛苦是因为我的不理解，还是因为夏文轩的即将凋零？我分不清，大概是后者吧。他很少会因为我而难过。今天我去看他的时候。 他穿着西服，要我陪他走完接下来的流程。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萦绕在他眉间。阿池，我没法拒绝。他快死了，拒绝？他真想过拒绝吗？婚礼上，他脸上的笑容，做不了嫁。她嫁给了年少时朝思暮想的人。她曾经做梦都想嫁给他。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们去挑戒指那天吗？ 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。那天他接了个电话，他向来冷静自持，更何况这些年他的事业如日中天，其实已经很少会喜怒形于色了。可是那天他突然心不在焉，眉眼间有种我看不透的哀愁和焦急。他说是业务出了点问题，得赶紧去处理。我信了。后来他出了几天差，回来以后就时常发呆。 那段时间，我总是竭力逗他开心。我真以为他遇到了棘手的问题，我希望自己能为他分忧。原来啊，他在为另外一个男人担忧。我问他，那几天出差也是在陪他吗？林晚白默然不语。他向来不屑对我撒谎，可到底还是为夏文轩破了例。我突然发现自己似乎不认得他的了。可这张脸，沉静的眉眼。 薄情的双唇，分明都是他的。我自嘲地笑了一声。林晚白，算了吧。他没有应声，站在我面前，巍然不动，嘴唇抿得很紧。他动了动唇，似乎有话要说，却什么都没说。我推着行李箱，准备绕过他离开，他却拉住我的手腕，眉毛紧拧，声音哑然：“阿、啊、池，不要走。”我甩开了他的手。 我去了趟医院做检查，刚到楼下就撞见了夏文轩。他笑着看向我，大大方方介绍自己：“你好，我是夏文轩。”他是学跳舞的，体态也好，样貌也好。我和他站在一起，高下立见。当年林晚白事业失败，他却离开他，毅然决然出国进修。或许人总是犯贱的，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。 所以林晚白才对他心心念念这么多年，而我这种赶着上前的，自然得不到他的珍惜。我听晚白说了，你是他的未婚夫。他说这话时，扬着下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满是得意。他在向我炫耀，未婚夫又怎么样？他还不是陪他走完一场婚礼？他还不是和他念完一生一世的誓词？在他看来，我就是个笑话。 那场婚礼，晚白应该已经和你解释过了。我不想和他多言，嘴里又酸又苦。林晚白已经和我没关系了，和一个将死之人争，我没有那么不自量力，也没有那么卑鄙小人。夏文轩想要的，给他就是。我快步离开。夏文轩似乎还有话要说，追赶我时却摔倒在地。林晚白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。这样的状况。 让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他连忙上前扶起夏文轩，动作轻柔，好像怕稍微重一些就会把他弄碎了。他的目光对上我时，却多了几分凌厉和责怪。阿迟，文轩是个病人，是啊，他是个病人，所以他就可以不解释一句，陪他一整晚，留我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，直到第二天才无关痛痒地说上几句。 求我别走！我从来没被他放在第一位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是你的老公平地摔。我咬中“老公”两个字，语气嘲弄。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大概是因为我的态度。对他，我向来体贴入微，这些年，我几乎从未在他面前显露锋芒，真是卑微的可以。夏文轩面带歉意，眼里的笑意却更深了。是我自己摔的。 和张弛没有关系，晚白，你知道的。有时候我没法控制自己的动作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夏文轩生性骄傲，不屑于使用任何小手段。他真的只是勾一勾手指，展露一下伤处，林晚白就眼巴巴地凑上去了。他对他余情未了，也不忍责怪他曾抛弃他。 在生死面前，从前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？听见他的话，林婉白一愣，对上我的双眼时，欲言又止。夏文轩拿过他手里的橙子，语气轻松：“好了，你们一定有很多话要说，我先回病房，你们慢慢聊。”我这才注意到那个被林婉白包得干干净净的橙子。来说个好笑的事情，我很爱吃橙子，但林婉白不喜欢。 刚在一起那会儿，他带我和朋友聚餐，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，这样的举动让我安全感十足。那时我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喜恶。为了拉近和他的距离，我往他嘴边送了一块橙子蛋糕，他一愣，紧闭双唇，气氛有一瞬间的静默。他的朋友们都看向我，手心有汗意出来，我下意识的想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 是不是我惹得他不开心了？有人打圆场。晚白姐最不喜欢橙子味的东西了。阿池，你这都不清楚，自罚一杯啊！气氛很快又热烈起来。可到底，我还是觉得失落。之后有一次醉酒，林晚白才终于告诉我原因。其实小时候，他并不抗拒干桶类的水果。他的妈妈身体不好，胃口向来不佳。 但他格外喜欢桶子，家里也总是备着。那是个寒冷的冬天，妈妈最后给他包了一次桶子，亲了亲他的脸蛋，说：“在家里等妈妈，等你把这盘橘子吃完，妈妈就回来。”那天，林晚白等到天边最后一抹晚霞消散，等到雪越下越大，越过他的脚踝，最后他只等到一句：“林晚白，你妈跳河了。”他的妈妈。 死在那个冬天。等他再长大了些，他才知道妈妈并没有多喜欢桶子，只是妈妈生病了，而桶子便宜，颜色鲜活。妈妈的桶子，只是在生活和疾病的双重压迫下，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。他话语哽咽。后来，我再也不吃筒子和橙子了。那一夜，他的眼泪滚烫，滚过我的肌肤，让我也流下泪来。 我知道橙子会让他想起妈妈，会让他想起悲惨无助的童年，所以后来我基本也不吃了，就连干筒条的香水都被我藏在柜子最深处，再也没拿出来过。直到这一刻，看到他手里的这个橙子，我才终于明白，一其实林晚白已经强大到不需要避讳这些了，只是我做不了他的例外。 只是他从不在意我的付出，只是他并不清楚我到底喜欢什么，但他知道夏文轩喜欢橙子，什么悲伤的记忆，什么难堪的过往，都可以为他的喜欢让道。林婉白看向夏文轩，面露担忧：“需不需要叫护士？”他对他的关心向来明目张胆。夏文轩耸耸肩，笑容轻松。 晚白，我自己可以走回去的，你们聊吧。林晚白这才看向我，阿池，你搬到哪里去了？你巨大的响声传来，夏文轩刚走出不远，又再次摔倒。林晚白话音未落，就转身奔向他。我站在原地看他，满脸焦急，看他因为他手臂上的擦伤而直皱眉头。他说：“让你别自己来，疼了吧？” 语气不重，像嗔怪，像调情。他问：“还走得了吗？”夏文轩摇摇头，他就扶着他起来。他们朝着反方向离开。夏文轩搂着他的脖梗，扭头看向我，笑容灿烂，得意的神情说明了三个字：一我赢了。他故技重施，很参，却实在好用。胃里一阵翻涌，我转身跑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。 吐得昏天黑地，过了很久，林晚白才发来一条消息：“阿池，你来医院干什么？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这句话是不是来的太晚了点？他昨天也忘了问为什么我会出现在他的婚礼现场。我摇摇头，自嘲的笑了笑，然后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林晚白还是知道了我生病的消息。李超一脸歉意。 阿池实在对不起，回去我一定好好说说张曼。张曼在电话那端却说：“阿池，你俩也有这么久的感情了，给晚白一个机会吧。”李超骂骂咧,咧咧，从我手里抢过手机，对着张曼破口大骂：“林晚白干的就不是人事，也就阿池脾气好，要是我，非得拧断他的胳膊，让他和夏文轩双宿双飞，做两个甜蜜的残疾。”说来有趣。 李超是我的兄弟，张曼是林婉子的闺蜜，他们的姻缘还是我们撮合的，只用了两年就修成正果。他们前几天领了证，还缺一个婚礼。而我和林婉白撮磨七年，最后却落得这种结果。林婉白还是来了，跑来的，满头大汗，一脸焦急。看到我还在手术室外，他的眉头骤然一松。 他一把将我抱在怀里，抱得很紧，像是怕一松手我就不见了。阿池，我错了，你别冲动，我们好好聊一聊，行吗？他身上有隐隐约约的烟味。林晚白他爸是得肺癌走的，所以他很少抽烟，只有实在烦闷的时候才会来上一支。这些天他四处奔波，为夏文轩寻医问药，都有人问到我头上了。 他们旁敲侧击地问我身体还好不好。这些人还真以为我能让林晚白急成这个样子，真是可笑。比烟味更浓的是薄荷的香味。前几天在医院，我在夏文轩身上闻到了这股熟悉的味道。我突然想起来，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年，也是我们认识的第五个年头。林晚白的爸爸去世，紧接着。 公司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。那段时间，林晚白整夜整夜睡不着。我担心他的身体，让医生开了些中药熬汤，让他安安神。之后，我特意请了半天假，为他煎药。那天，我守着那锅汤，等到很晚，却只等到一句“阿池，我想一个人静静，出去散散心，不用担心我。过了几天，他才回来。 身上就带着这股薄荷香味。原来那时候他是去找了夏文轩，去找他唯一的精神支柱。更可笑的是，当我问他身上怎么会有这股味道时，他递给我一瓶香水，给你带的礼物。导购给我试了一下，我想你应该会喜欢。他出去散心，还记得给我带礼物。我以为他一定很爱我，之前的不快一扫而空。 后来的那段时间，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。他总爱粘着我，埋在我的颈窝里。可惜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他的用意。他并不是有多喜欢我，只是喜欢我身上的薄荷香。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他当成了夏文轩的替身，一个拙劣的替身。除了那股香味，我们毫无相似之处。我推开他的怀抱，冷声道。 别碰我！林婉白怔怔的站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李超看着我，阿池，你怎么？我捂着嘴跑到卫生间，我吐的厉害，像是要把心肝肺全都呕出来。李超递给我一瓶水，不停的拍我的背，帮我顺气。怎么吐成这样？真是遭大罪！林婉白就站在门口。 脸上流露出几分心疼，在他白皙的脸颊上格外显眼。我恨恨的盯着他，你知道你多让我恶心吗？那瓶香水是你特意调的，对吧？和夏文轩身上一样的味道。林婉白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刹那间脸色惨白。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到底在想什么？难道他自己不觉得恶心吗？阿池，你听我解释。 那时候是我不懂，我以为是那股味道让我安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让我安心的是你，阿池，我是真的想和你结婚的。我冷笑：“好啊，二选一，要么让夏文轩滚出我们的生活，要么我们划清界限，从此以后你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。”林婉白神情一滞，大概是真的在思考。张曼嚷嚷：“你还犹豫什么？当然选阿池啊！” 你们认识七年，在一起四年，这些你都忘了。但林晚白不这么想，他话语喃喃。可是他要死了，阿池，他要死了。他是个舞者，却得了渐冻症。你知道那种绝望吗？他这句话好像在嘲讽我，嘲讽我。夏文轩只是失去了一条命，但我失去的，可是爱情啊，多么可笑！林晚白。 但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你可怜她，可怜到嫁给他吗？可怜到不顾我的感受，一次又一次的丢下我，奔向她，你到底是可怜她？还是对他余情未了？你自己分不清吗？林晚白无数次以绝症为借口来掩饰他的余情未了，真是嘴硬。林晚白没有再开口了，他只是攥紧拳头，攥到指节泛白。 却还没说出一个答案，这时候一道电话铃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。林晚白掏出手机，电话那端闹哄哄的，有人大喊：“你快过来！”夏文轩在闹自杀，他不想活了。他顿时慌了。而这时候，护士叫我进手术室。其实他已经做出了选择。我笑着说：“你去吧，别真的死了，到时候你得恨我一辈子。” 被这种人恨着也挺损功德的。林晚白看着我，目露哀求：“阿迟，答应我，等我回来再做决定，好吗？我们一起商量。”我扯了扯唇角，指甲狠狠扎进手心。这七年，就当是喂了狗。又是一个电话，那端催得急。李超恶狠狠地说：“林晚白，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？”可林晚白的神情，肉眼可见的焦急。 他大概是真的很怕，怕夏文轩就这么没了。张曼恨铁不成钢，夏文轩就是个骗子，他玩的这种把戏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林婉白又不，他只是在纵容，他只是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，夏文轩会从高楼跳下去。阿池，等我回来，等我回来再说。我没说话，他又转看向张曼，张曼，我求你。 帮我看着他，别让他走！张曼大骂：“你自己看，你还是不是个人？我让他等一等，然后拧开瓶盖，将漱口剩下的半瓶水全都淋到了他头上。”林婉白，我们完了！别来找我了。水珠沿着他的脸向下蜿蜒，啪嗒啪嗒滴落在地，看着挺蠢的。水珠溅到眼里，刺得他的双眼发红。他怔怔地看着我。 哑之声说了一句“对不起”，望着他飞奔离开的背影，我觉得自己真是失败。张曼气得跺脚：“这个狗女人！”骂完，他问我：“阿迟，你还好吧？挺好的。我压根就没觉得他会选择我。就算他选了我，就算夏文轩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也回不到曾经。破镜不可能重圆。进手术室前。” 我给他发了几条消息。人生最大的遗憾，莫过于放弃了不该放弃的，固执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。林晚白，你好自为之。发完拉黑。手术很快就做完了。醒来的时候，李超也在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李超，我包里有两枚戒指，你帮我还给林晚白吧，反正这结婚戒指也是随便挑的。 林婉白当时想着夏文轩，根本没用心。这东西我也不稀罕。李超点点头，走了。张曼坐在我身旁。阿池，林婉白不值得。我知道，我生病的消息是他故意透露给林婉白的。那七年要放下，谈何容易？他以为，仅仅是因为夏文轩的存在，我和林婉白就有了误会。 可他不知道，他们举办了一次婚礼。他也不知道，因为夏文轩、林婉白一次又一次的抛下我。但现在他完全清楚了。李超给他发了个视频来，张曼没有避开我，直接点开视频里，林婉白将夏文轩抱在怀里，二人相拥而泣。他说：“我不想待在医院了，这里好闷，我不喜欢这里。”林婉白说：“好，都依他。” 他说：“我想去看看世界，我想再跳跳舞。”我想他泣不成声。林晚白莲说：“好。”他闭上眼，有泪从脸颊上滑落，瞧多深情！命运对他们这俩苦命鸳鸯可真是太残忍了，看得我直犯恶心。张曼给我看这个视频，意在逼我狠下心来。他这人一向清醒。留院观察结束。 李超和张曼一起送我回家，刚坐上车，林婉白就出现了。他手里拿着我还的戒指盒，目光有些呆滞。阿池，你真的把我们七年的感情放下了？张曼眉头直皱，别一副受害人的样子，这还不是你一手促成的？我轻声问：“夏文轩呢？睡着了吗？要不然他怎么会来？”林婉白没回答。 算是默认了。我笑，如果你真那么深情，就和他一起死吧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因为这句话，林婉白呆滞的神情有了一道裂缝，痛苦、悲伤、愧疚都从这道裂缝里泄露出来。他的双眼猩红。我没有再说话了，下腹疼的厉害，就连呼吸都得小心。心意，张曼气不打一处来，破口大骂。 把心腾空，后来住进去的人才会舒服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为什么不明白？林晚白，阿迟守了你七年呐。那个夏文轩呢？人家抛弃过你，你还巴巴的凑上去，你是不是犯贱？真心喂了狗，晦气！林晚白没有反驳一句。张曼要关车门，他却伸手扒住车门。阿迟，他会离开我们的生活。张曼翻了个白眼。 冷笑，刚刚不是还说要陪人家环游世界吗？得，这是骗完第一个再骗第二个啊！林晚白，两个都想要，你挺贪心啊！我要关门了哈，手夹断了，可不好照顾你的老相好了啊！林晚白巍然不动，任凭张万怎么骂，他也不肯松手。李超从驾驶位下来，好言相劝：“你赶紧走吧，你这事做的太缺德了。” 别逼我给你一拳！林晚白只是直直地盯着我。阿迟，刚刚那些话只是为了安抚他，我会跟他说清楚的。他打开戒指盒，将其中一枚男戒递到我面前。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样子，我们结婚，我们会有好多孩子。李超连连摇头，然后一根接着一根掰开了他的手指。林晚白抖着唇看我。 喉结微微滚动，却没发出任何声响。他眼里的哀求都快溢出来了。汽车启动，我看了眼后视镜，林晚白站在原地，长长久久地望着我离去的方向。他决定抛下我的时候，就知道后果，只不过做出一副哀哀的模样来彰显自己的深情。张曼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吐槽：“装尼玛的大情种！” 后来的日子，我都在出租屋养身体。李超经常来看我，他说：“林晚白天天缠着张曼，问你的地址，烦死。”我笑了笑，继续吃手里的橙子布丁。后来有一天，我接到了夏文轩的电话，他约我出去聊一聊。我欣然赴约。到咖啡厅时，他已经坐在位置上了。撇开我们的恩怨不谈。 夏文轩是那种会让人眼前一亮的男生，他真的很帅。他说：“这些年，晚白承蒙你的照顾了。”我整理了一下袖子，笑道：“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像一个洋洋得意的小偷，明明知道是窃取了他人的果实，不以为耻，反倒还沾沾自喜，挺不要脸的。有些话还真是不吐不快。”夏文轩搅拌着咖啡。 脸上没有一点恼意，感情的事情和种菜可不一样。我要死了，所以我丢弃的一切都要找回来。要怪只能怪我给了你七年时间，你却还没抓住他的心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扬着下巴，笑容得意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看来他真以为他的死会令林婉白的爱永久封存，他会成为他胸口上的那颗朱砂痣。 无人替代，我笑他天真。你都要死了，你还能抓得住什么呢？如果你真有本事，就应该让林婉白非你不嫁，跟你跟到地府去。夏文轩，我知道活人争不过死人，可等你死后，你能保证他遇不到像你一样的月光吗？林婉白的条件有多好，夏文轩比我更清楚。他相貌绝佳，资产丰厚。 很容易招来源源不断的蜂蝶。夏文轩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我继续煽风点火，来猜一猜，你死以后，他会不会求着我回头？夏文轩约我出来，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，他在害怕。这段时间，林婉白四处打听我的消息，还换了很多号码给我打电话，这些他一定都知道。他找我聊一聊。 是来试探我的态度，是来恶心我，让我彻底死心。可惜我早就没惦记那一坨东西了。我勾了勾唇，说：“如果我不回头，你猜他是更念着一个死了好几年的人，还是更喜欢时时在他眼前晃悠却得不到的我？”我抿了一口咖啡，挺苦的。夏文轩，你比我更清楚林晚白有多犯贱，他对你。 到底是爱而不得，还是情根深种？夏文轩抿了抿唇，不置一词。看来他自己也摸不准吧。帅气的死在他怀里吧，没准他能多记得你几年。留下这句忠告后，我起身离开。他如同一朵日益凋零的花，在将死的时候，疯狂汲取他人身上的爱意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，来彰显自己的意义。 挺悲哀的，他们继续谱写他们跨越生死、感天动地的爱情，和我再没有关系。休养一阵后，我接受猎头的邀请，又换了新的公司。这个城市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但足够让说了再见的人难以再见。说来挺傻的，和林婉白刚在一起那会儿，为了帮他，我向公司请辞，等他的事业稳定。 我才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，虽然撇开感情不谈，那是一段很宝贵的工作经历，但的确打乱了我的职业规划。现在想来，还真是一片真心。为了狗，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了几个月。某天，李超上门送请帖，因为种种原因，他们的婚礼一推再推，终于在这个冬天有了着落。李超问我，林晚白也会来。 你介意吗？介意的话，我让张曼把她赶一边去。张曼和林婉白认识很久了，他们早就约定好，要当彼此的伴娘。当然不能因为我而影响到这场婚礼。我摇头，不用管我，你们俩的婚礼，当然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。很快就到了婚礼那天。 林婉白作为伴娘跟在张曼身后，她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裙，很像我们第一次见面。她大概不记得了，可我还记得，那是一个秋天，我保研失败，紧接着秋招也没了希望。我坐在学校后山的凉亭里，突然很想妈妈。如果她在，一定会给我做顿红烧肉，等我吃饱了，再让我继续努力。可是她不在了，我站在山顶。 有那么一瞬间，很想不顾一切的跳下去。在这时候，我看到了林晚白。那时候他刚创业成功，意气风发。他站在我身旁，似是无意的说：“这是学校视野最好的地方，能看得到彩虹。”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真的看到了一道彩虹，美得令人心醉。我突然就感觉松了一口气，那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。 好像也没那么重了，那可能真的只是一句无意的话，但我记了很多年，直到三年后我才再次遇到他，紧接着纠缠七年。与那一年不同的是，现在的他疲态尽显。他也看到了我，现场的气氛热烈，可他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望着我，眸光复杂。我侧过身去整理东西，借此。 避开他的目光，李超抱着张曼下楼。张曼家是个老小区，没有电梯，只能走楼梯。人很多，一个孩子无意间推了我一把，我顿时就有些站不稳，眼看着就要跌倒。林婉白扶住了我，和他肢体接触的瞬间，我闻到了那股烟味和薄荷香，一种熟悉的呕吐感涌了上来。站稳后。 我推开了他，别碰我！林晚白后退几步，背靠扶手，才堪堪稳住身形。他垂着眼，一阵哑然，神情很是受伤。被他碰过的地方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阿池，小心脚下，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。这种语气，好像我们还有什么关系似的。我没有理会他，转身下楼。抵达酒店后。 我才发现夏文轩也来了，他坐在轮椅上，唇色有些泛白，还是那副可怜的模样。他轻声唤：“婉白。”林婉白不着痕迹地皱了一下眉头，却还是奔向他。张曼看向身旁的李超，李超连忙撇清关系：“我没邀他过来。”他看了眼我，没准是怕林婉白被勾走，毕竟小偷嘛，最怕遇到同行。 我挑了挑眉，我可不是同行。李超耸肩，心里脏的人把谁都想的脏呗。张曼冷笑：“好，既然他不要脸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”很快，及时到了，Love Story 的背景音乐响起，身穿白色婚纱的张曼缓缓走向李超。我站在台下，不禁有些热泪盈眶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林婉白走到了我身旁。 他递来一张纸巾，我没接。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无名指上的那枚结婚戒指，挺装的。挑的时候没用心，分开以后却不肯摘，假惺惺装深情。夏文轩推着轮椅过来，晚白，我们那天都没交换戒指。林晚白没有应声，扭头看向我，似乎是要从我脸上看到那么一点难过和不甘，但他注定要失望了。 我盯着台上相拥的新人，满面笑容，起哄让他们亲一个。林婉白垂着眼，在台上的人本应该也有我们，不是吗？他的声音很轻，只一瞬就淹没在人海里，但我听到了，夏文轩也听到了。他全身抖得厉害，他自然清楚林婉白口中的“我们”指的是我和他。以前张曼提议过。 说要四个人一起举办婚礼，当时大家感情都好，这样的提议自然是全票通过。我没想到林婉白竟然还记得这种事情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真让人恶心。我往旁边退了几步，这时一束捧花精准无误的砸到了夏文轩头上。张曼拿过司仪手上的话筒：“哎呀，怎么砸到你头上了？” 我记得你结过婚了吧？说是得了绝症，这辈子就想结那么一次婚，所以抢了人家的未婚妻，证都没拿，就穿着西服逼他跟你举办婚礼呢。高，实在是高，人都是喜欢吃瓜的。听见这话，本来还在埋头苦吃的宾客们全都抬起头，找寻话题的主角。我又往旁边挪了挪，夏文轩捧着花。 面色惨白，窃窃私语声从四面八方响起，更有甚者还拿起手机录视频。哎呀，这人长这么帅，怎么是个男小三嘞？我看啊，就是个不要脸的东西。绝症也不是抢别人未婚安的理由啊！人家小伙子多可怜，都快结婚了，他来这么一出，真恶心。那女的也不是个好东西撒。 跟那不要脸的绝配，李超假意咳嗽几声，张曼朝我眨眨眼，把话筒还给司仪。他是在帮我出恶气。在夏文轩举办婚礼时，我也曾被他的亲友恶意揣测过。夏文轩有些不知所措，他下意识的抬头看林晚白，想寻求帮助，可林晚白只是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夏文轩喊晚白，他没应。 夏文轩很快红了眼，人言可畏。他慌忙低下头，启动自动轮椅离开。出乎意料的，林婉白没有去追他。阿池，我没有和他领证，我真的后悔了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更何况那是一个抛弃过他的男人。曾经的那点不甘和爱而不得，大概早就被磨干净了。他的这抹白月光啊，或许很快。 就会变成剩在碗底的白米饭。张曼笑嘻嘻的说：“还不去追呀？待会又闹自杀呢，真死了可咋办？我不想背杀人犯的罪名哈。”林婉白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走了。张曼啐了一口：“这个夏文轩没点眼力见，看到他我就觉得晦气。”李超搂着他，轻轻抚摸他的小腹：“老婆，消消气，别惊着孩子了。” 张曼冷哼一声：“你以后也少和林婉白那种拎不清的人来往。”李超哄：“是是是，都听你的。”后来我听说夏文轩失踪了。张曼吃着李超洗好的樱桃，满脸不屑：“还做呢？他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了？他越做，林婉白只会更烦。”我笑：“他不是做，也是怕。”我听说。 到了渐冻症中期，生活就基本无法自理了。他怕怕林晚白看到他最丑陋的那一面，他想帅帅气气的死在林晚白回忆里。比起互相折磨，他更想要林晚白的愧疚，这样他会记得他更久。看来那天我在咖啡厅里说的话，他都听进去了。后来啊，张曼又告诉我，林晚白找到夏文轩了。 因为心情郁结，消极治疗，他的病发展的很快。林婉白愧疚的要命，竟然真的要陪他环游世界，但他的公司不能停摆。没过多久，公司的总经理就换了人。冬去春来，春去秋来，夏文轩死在这年冬天。张曼叹了口气，其实夏文轩也挺惨的，天妒蓝颜呐。如果他没有那些骚操作，我会可怜他的。 我想了想，我也是说这话，并非圣母心，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。之后没多久，因为决策错误，林晚白的公司遭到了重创，他这会儿正焦头烂额。李超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笑嘻嘻的。那破公司早就该歇菜了，没有阿池，怎么可能蒸蒸日上？我对于电脑审阅项目方案。 连连点头，还好跑得早。后来林晚白还是找了上来。其实他早就打听到我的住址了。前段时间有天半夜醒来，我摸黑去洗手间，不知道怎么的就往楼下看了一眼，正巧就看到他站在我家楼下，昏黄的灯光落在他身上，身影寂寥。他不知道站了多久，脚下围了一圆烟头。我立刻拉上窗帘。 没有再看了。这一次，他瘦了很多，看着精心打扮过，但仍有掩不住的疲态。他的无名指上依旧戴着那枚结婚戒指。阿池，我能进去坐坐吗？我双手环胸挡在门口，有事就在这说吧。见我态度坚决，他也没有强求。阿池，我很想你。他叹了口气，语气颇有些沧桑。夏文轩去世那天。 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，但没有你的每一天，我都觉得无比糟糕。看那夏文轩，现在你还觉得你赢了吗？林晚白又摸出那枚男戒，阿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你，我该怎么继续撑下去啊？他真是天真。当年在医院，我没接受这枚戒指，现在更加不可能接受了。我话里带刺，怎么？ 死了一个白月光，终于想起我这里白米饭了。他来求我，或许有几分真心，但更多的恐怕是看到了我身上的价值，想让我陪他东山再起。他沦落成这样，都是自己做的，怨不了任何人。林晚白皱眉：“阿尺别这样，这不像你。”我耸耸肩：“见人说人话，见狗说狗话。” 我向来就是个锋芒毕露的人，不过因为爱他，所以收起爪牙。可是他不珍惜。林晚白语气笃定：“我们那七年，你不可能这么快就放下。”我笑着摇摇头：“我向来拿得起，放得下。”他却还在自欺欺人。林晚白，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滥情吗？他抿了抿唇，说：“我和夏文轩没领证。”我阴阳怪气。 你和我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想要我夸你一句？哟，你守住阵地了，真棒嘛！你通过贬低对他的爱，以此夸大对我的情根深种。林晚白，这让我觉得挺恶心的。什么不能没有你这种话？他对夏文轩也说过吧？恐怕我答应了他，下次他就会对另一个男人说同样的话。只恨呐，我们纠缠了太多年。 直到夏文轩回国，我才看清他的嘴脸。我做事要关门，不好意思，我得化妆去了。我女朋友还在等我。林婉白一愣，我不信，不信。我挑眉，觉得他真是可笑。你往楼下看看，那个开兰博基尼的，就是我女朋友，比你高，比你美，比你年轻。他还真走到走廊尽头，往窗外看了一眼，然后。 面如死灰，砰的一声，我关上了门。电话里新来的实习生声线明媚：“哥哥，我到底什么时候转正啊？”